柜台的先生要领60万，然后他的那个用途说他是要装修，然后我们请他拿说你装修，他说他投资什么开烧肉店，可是我们请他提供一些单据啊，或是说装修画面什么，他都提供不出来。我关心你一下，你有什么目标投资？我要投资，我们是要做那个小那个要做小吃的，小吃对，没有就是做餐饮，餐饮跟朋友吗？对，所以你这烧肉店是连锁的吗？还是你们自创？没有自创品牌，对，打算开一张的店。哦，打算还没开始就是？对，已经看差不多，看好点，就是有在选。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事情，然后我也说实话，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件事情。